贵州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省份，到处都是奇山异石。位于黔西南州贞丰县的双乳峰就是其中之一。双乳峰由两座形同女性乳房的山峰组成，千百年来挺立在贵州贞丰的大地上，也成为了贞丰一个特殊的地理标志。作为喀斯特地貌珍品，这里每年都会吸引世界各国的地质学家前来参观考察。而对于当地的布依族人来说，双乳峰更像是一位慈祥的母亲，在这神奇的山水边养育呵护着他的布依族儿女们，演绎着一段段古朴的风土民情。贞丰县盐峪村的鹿沼地就是一个生活在双乳峰下的布依族老人。天刚刚亮，鹿沼地就起床和老伴儿忙碌起来，因为明天就是布依族人最传统的节日六月六了。我们六月六这个节日呢是比较盛大的，在汉族来说呢是以大年，但是我们这里我们觉得啊比大年还要热闹，所以大家的心情很非常舒畅，非常之高兴。今天我们这个村呢要主持160多个这个队员去参加庆祝活动，在一起集中大家在一起。我带的是唢呐队，为了把这个节日搞得更隆重一点，我们今天呢还要进行唢呐排练和八音作战的排练。老妈先把给他们死吧了，要过得喝不喝音调喝了，老冷开始吹，那播哈，那啊，三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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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六月六是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，而对于布依族人来说，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。所以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六，黔西南州的贞丰县都要举办大型的庆祝活动，而作为布依族村寨的盐峪村村民，更是积极地筹备着自己的节目。对于能歌善舞的布依族人来讲，音乐和舞蹈是表达感情最直接的方式。世代相传的布依八音作唱，绝对是欢度节日时的主角。我们这个布依族啊，八音作唱是在500多年前就开始形成了，因为在当时在农村啊，一般呢没有什么像现在的什么电视啊，没有这种，就靠这种呢搞一些娱乐活动，所以呢就形成一直流传到现在。八音作唱呢，八种音乐来组成叫八音作唱。我手中的这个叫横笛，横笛呢它的声音比较悠扬啊，动听。我自己呢啊追了一下，声音比较清脆。这种乐器是它的名字叫乐优，这个乐优呢在我们布依族当中，这种乐器呢是最突出的一个。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王老师由他吹一下，你们听一下行不行啊？好的。布依八音是一种民间曲艺说唱形式，以八种乐器组合而成。不同地区的布依八音乐器略有不同，但它的原型都是宫廷雅乐，主要以吹打为主。
后来布依族人渐渐把它改变成为以丝竹乐器为主的演奏形式。贞丰县的八音坐唱表演时，大多呈扇形落座，一旦到对唱曲目时，手持镂空竹筒的人便载歌载舞地出现在演奏者的前方。2011年7月6日，农历六月初六，人们吹响了唢呐和长号。布依族姑娘穿上了华丽的盛装，夹道欢迎慕名而来的游客。贞丰县六月六布依族风情节正式开幕了。在每届六月六风情节上，不可缺少的环节就是祭铜鼓的仪式了。铜鼓是与鼎一样，代表中国青铜文明的器物之一。古时候，在许多重大节日庆典仪式上，人们都要请出铜鼓，敲响铜鼓，全寨的人应和着鼓声，祭祀祖先。铜鼓记录着这些民族的风云变迁。如今，在布依风情节中，古老的铜鼓依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布依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部，共有250多万人口，而仅仅贵州一个省份就多达200多万人，占到了布依族人口的95%以上。主要聚居在黔南和黔西南两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。这里的布依人世代劳作在田间地头，有着悠久的种植水稻的历史，从而享有水稻民族之称。人们说，稻田的守护者田神就是自己的老祖先。祖先离世后，他们的魂灵便退居到自家的田边地角，给后代守护田业，一年四季护佑着子孙延续，五谷丰收。于是每年的农历六月六，当地的布依人都会带着祭品到自家最大的稻田边扫田坝，祭祀田神。年复一年，就形成了一个传统的节日。除了祭祀祖先，六月六还是布依族青年男女参加浪哨活动的节日。所谓浪哨，其实就是谈恋爱。这种恋爱方式非常独特，青年男女各自站在山坡的一侧，互相物色自己的意中人。如果哪个小伙相中谁，就会将早就准备好的糠包抛给对方，然后唱歌。如果姑娘不同意，就唱歌谢绝；如果同意，就会和小伙走出人群，去附近的山坡对歌，带着绣花碎絮的糠包在空中抛来抛去，像彩蝶一般漫天飞舞，十分浪漫。不过，这种以唱歌对歌来寻求意中人、寻找终身伴侣的方式，如今已并不多见了。浪哨大都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表演形式。
但是从那些漫天飞舞的糠包中，依稀还能够想象到当时的那种浪漫场景。布依族人从恋爱到结婚的过程都很讲究，在六月六风情节上，您不仅可以感受到他们独特的恋爱方式，还可以欣赏到布依族最传统的婚俗表演。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，程序繁杂的拜堂仪式，每一个步骤都体现着布依族人古老的传统礼俗。如果您有兴趣，不妨也来真逢，亲自感受一下中国布依族式的浪漫。